活動負責人希望透過為弱勢社群提供膳食，讓來自不同背景、不同階層的人打破階層隔膜，亦都希望向社會推廣本澳人情味。近年來就係即係可能賭博啊，或者旅遊業，可能啲人漸漸遺忘咗人情味呢樣嘢。咁所以我哋六個就想睇下，即係我哋嘅力量可以做到幾大，去為呢個澳門社會付出咯。好多唔同嘅食肆聽到話，誒人情味好啊咁樣，其實都支持呢樣嘢咯。只係平時可能冇乜。冇乜人去將佢彰顯出嚟咯。今次活動有超過十間食肆贊助，有食肆負責人就被呢班青年感動到，令佢希望更加用心推廣人情味。某程度認識佢哋係讓我更有勇敢同埋更熱心去做呢件事。如果有一班人去出力，咁我哋可以出成效果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合作咯。咁澳門都係需要。各界的合作，人情味先推廣到。活動已經是第二年舉辦，今年活動受惠的包括有視障人士、露宿者、單親家庭、獨居長者等200人。澳門記者周韻彤報道。